62岁的 Daddy 真是劳模中的劳模啊。8月28日凌晨，费翔 Daddy 在机场发文，将代表封神剧组参加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。封神第一部上映后，36天的29城路演，他从没缺席。拍戏时，早上6点出装，凌晨3点就在健身房锻炼。有网友评论说，妈妈那一代的偶像还是那么阳光健康，而我们这一代的偶像塌房，就跟拆迁一样。这样敬业的 Daddy， 谁能不爱呢？